这首诗写于2000年3月10日的拉萨。回家，在一个寒冷冬天，风暴卷走了经幡，我的神鹰啊，它被魔鬼所伤，它惊飞的样子，我想起来就会流泪。许多年已经过去，大地弥漫着香火。我的神鹰啊，它在哪里养伤？它疼痛的样子，我想起来就会流泪。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回家吧，让我的神鹰回家吧，回家吧，让我们的神鹰回家吧。